轻人有血压，然后又没有照顾饮食，再加上有糖尿病吸烟的话，这三个当然就会造成到你那个心血管的狭窄，然后到十年二十年它就会有阻塞。如果一条大的血管塞完的话，那个整个一边的脑啊全部影响到没有血过去，那个人可能的症状非常严重了。比如说一边可能完全不能够动，或者是完全没有感觉，甚至如果是脑有肿的话，可能会清醒程度会减少。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小事情，千万不要小看糖尿病，因为糖尿病比心脏病更麻烦。为什么我们的血糖会控制到很好在 stable？ 是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pancreas 都在排这处胰岛素。